之前的妈妈，上个周末啊，因为我们家老公公司春酒关系，我们去了一趟苗栗的上顺预热世界。那个预热世界，它其实就是包含了苗上顺购物中心、上顺预热中心，还有君乐饭店。那在购物中心的部分，它其实进驻了蛮多的品牌的，有 Studio A、Nike、Roots、Timberland、The North Face。那再往楼上一点呢，还有后啦、伊德利，还有 Uniqlo 跟 Daiso 大创。那它的顶楼的部分呢，它的电影院是华纳微秀。你能够想象苗栗有华纳微秀吗？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饭店。那首先现在看到的是饭店的外观，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大厅咯。那它的大厅呢是有挑高，还蛮宽敞的。那右手边呢就是可以吃早餐的地方。那我们就现在就来看一下房间的部分。我们入住的呢是双人房，那它这个双人房呢是有两张双人床，所以最多可以睡到四个人。那整个房间呢总共有13平，其实还蛮大的。你看我们娃娃车推进来都还很有空间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下厕所的部分。那浴室这个部分呢，它一样是干湿分离，那里面有一个大浴缸，然后你也可以有淋浴的，就是连蓬头的淋浴。那现在我们再换看一下早餐的部分，早餐是在一楼来做享用，那外面这一区也都还可以来入座。那现在就来开始来看早餐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吧。首先就是有水果啊、豆浆、牛奶啊、麦片这一些的，然后当然也有就是很基本的，就是吐司啊这一些，那也有一些就是小西点、可颂啊。那咸的部分呢，就是一样火腿培根、炒蛋，然后有这个蒸馒头，还有珍珠丸，以及半熟跟全熟的荷包蛋。当然就是还有基本的生菜沙拉以及青州小菜，就有些咸鸭蛋啊、酱瓜啊，那还有就是咖啡机跟果汁吧。那在饭店的二楼呢，它有空桥，你可以通往购物中心或是娱乐中心。那在路上呢，你会经过一系列的主题餐厅。那预热中心的部分一共分成6个楼层，那所有的设施你用悠游卡就可以进入了。那如果悠游卡钱不够啊，现场也有加值机可以出值。那我们就先从一楼来开始介绍。那一楼的主要的游乐设施就是旋转木马，然后除了旋转木马，还有美食街的餐饮区。那二楼部分主要就是汤姆熊欢乐世界，还有玩具幻想曲。那它这个里面包含了5项设施，那就是入口处。那三楼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是魔法学校，也就是梅翠雅巫师学院。那四楼的部分呢，是勇闯侏罗纪，那旁边有这种小孩的车车体验，还有飙风蹦蹦车，但是这个要125公分以上才可以玩。那还有银河历险，它是一个 3D 的体感设施。那五楼的部分呢，有惊吓高楼，也就是自由落体，还有360度翱翔热气球，以及钢铁机甲战队。那这项设施呢，就是你要戴上 3D 眼镜，然后去做一些体感的游戏。那外面呢，也有这个小赛车可以玩，还有夯鱼咖啡杯。那在6楼的部分呢，有一个攀岩走壁动能特区，它分成了绳索冒险跟球池攀爬。那它的隔壁呢，就有全台唯一常温的这个滑雪体验馆，你可以不用穿羽绒衣就可以玩雪了。然后还有海洋奇观，那它也是一个动感的体验，一次乘坐24个人。那还有飞越中国，号称说是全台唯一 5D 飞行的个剧院。
那最后我们就看一下妈妈们最关心的哺乳室，那它是在五楼的部分。那这个哺乳室呢，它总共有四个尿布台，以及两间的哺乳小房间，然后还有推车的停放区啊，还有基本的热水。那因为我们家小牛未满90公分，所以什么都不能玩，最后就是带他去做一下旋转木马，体验一下这样子。你看我们家小牛什么设施都没玩到，只有妈妈带他做一下旋转木马就可以开心成这样，超兴奋的。那大家如果有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分享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订阅哦，以及观看下一部我推荐给你的影片。拜拜。